这样走一走，一种小确幸啊。哎，要不要尝尝？想不想吃？有一点哎，想吃就小米酒，来，谁要？一只马告，马告，四只香肠，两只小米麻糍。我有零钱呢，我有，我有，我找开来。讲话有声音，我零钱，我交，摇我要一个，你也要？黑糖的，对，你是找钱的，待会再买。啊，是吧？多加一支黑糖的，你看，你看小，待会再买才不会弄错嘛。放你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哎，对，再一支哈。不要急，凡事不要急，慢慢来就会有。你不能占这种便宜，我跟你讲。你这样会招钱，没关系啦哈，相逢就是有缘嘛，对不？谢谢阿嬤，谢谢阿姨啦，我叫你阿嬤太过分了，好不好？哎，拜拜，拜拜，不会很甜，蛋，谢谢，这么甜，哎，来瀑布，瀑布，太近了，我们练习一下，练习一下，我们刚开始而已，它有个香茅味，麻糍切开来包香肠，马告，马告，马告，哦。他是我们车队的这个外交部，对，外交部，外交部长，我最凶。大意在听无，我们在那讲以后就讲。讲有人无聊，你厝的休困就好啊。就一挂朋友出来外口吃吃，吃饱咧休闲，是吧？也唔知啊。为什么？听无干嘛？没有，起码我你。阿英哥，你听不懂台语。应该听懂啊。无几个人敢干嘛？对啊。不要理他而已。起码是大哥呢。大兄，大哥都下边都，啊叫大哥大嘞，你看，听到无？对阿姨，大哥按摩送走，哎，大哥大，这就是大哥大了，你看他多大，他是肚子大，对啊，看得出来。谢谢老板，再来站哦，谢谢哦，谢谢老李，拜拜，谢谢。哦，好饱哦，吃不下别的东西了，吃不下了。我们待会下来再喝。